以及案例的探讨，由台湾律动正体养生法协会林克彦理事长。 骨髓的药剂或器械，就是完全手疗的方法呢，还靠我们的束带，还有我们的疗程，透过治疗师的手法，把那骨架呢归正回来。你先让我们来看一在在那个简简下，在1913年呢，英国的先生发现髋关节的角度和那个腿的长短，以及呢骨盆脊椎之间的一系列的关系，他发现到了，只要你呢矫正大腿骨在髋关节的角度。
因为光分子呢，有几个大回路呢，它是130度到170度的角度，它是直接吹在我们的骨盆的所谓的髋关节里面。当它呢，向外走，向前旋的时候呢，这只脚就是长脚。相反的，另外一只脚呢，如果是向内转、向后旋，它变成短脚，一长一短可以差到4公分。但以现在的西医的观念来讲，长短脚差1公分，称之为什么？容许犯了之内，但是在医学上它不容许，两只脚一定要一样长，所以说呢，那个医务工作先生呢，又研究出了腿的长短和髋关节的关系，以腿的长短与生理疾病的关联性来让它其系统化。在下一页，医务疗法的正的观念呢，它是在实施呢针灸、整肌、指压、按摩等治疗师或西医都将恢复长关节的角度呢，均衡的并不重视它的，而是呢认为理所当然，人呢都有长关节，在座各位每一个人都是有长关节，但是为什么造成长关节的原因，刚才我说明了，但是其前提原因呢，我会单独的告诉大家哈。另外呢，光是讲的髋关节移位的关系呢，有基本型的，它有脚型，就是左脚长、右脚长之外，两只脚一样长的种种变化，就变化到64种。如果再加那个脱位、脱臼，再加上去呢，13×13也169种变化。到底呢？以医骨疗法刚才我讲了，如果你髋关节有转位的时候，会造成生变的原因呢？我现在加以一个说明。刚才我讲了髋关节的转位呢，它就是一个根本。你髋关节一转位呢，你会造成你的长短脚。大家知道长短脚呢会造成骨盆的歪斜。大家知道哦，盖房子的时候地基没有打平的时候，盖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房子？一个倾斜。如果在你在周边的比一下，一个桌子有4个角，如果一个角是短角，那桌子面变成什么？歪掉。歪斜了。所以一样的，我们骨盆是两个支点。如果呢有一只脚是长脚，另外一只脚是短脚呢，这骨盆是什么的？歪斜。但是我们脊椎呢，它是坐正在我们的骨盆上面。如果你骨盆有歪斜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什么？你的身体的歪斜。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案例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我左脚是长脚，因为髋关节它是不是正圆球，所以呢，当它是向上的移动的时候，推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上上来。但是呢，如果在前旋上去呢，你身体会歪的。人有一个叫自正作用，它自正作用反了吗？它自正它，你看你们左肩掉了，你的骨盆在这上面，这边呢鼓起来了，右侧的地方呢会鼓起来，就造成侧弯症，造成侧弯症。但是我们脊椎呢，如果成侧弯症的话，但是侧弯不是单纯的侧弯，一定因为有前后旋转的关系，会造成后弯症或者前弯症。所以说我们说侧弯症的时候，不应该只单说侧弯症，而该说什么侧弯后弯症，或者是什么后弯前弯症，侧弯前弯症。所以说，当你的身体产生侧弯呢，你的脊椎旋转的时候，你的胸腔都跟着旋转。所以说，很多人呢，尤其女性朋友最明显的，你看照镜子，她的 BP 啊 ，BP 线不水平的，它是歪的，胸部有大有小，甚至肋骨的浮肉都往上浮出来了，就是因为你身体胸腔的旋转的关系，就是后弯前弯的关系。另外呢，我们脊椎呢两侧呢31根神经，这个神经呢，如果因为侧弯症的关系呢，会造成什么？神经受到压迫啦，或受到干扰，就会产生所谓的内科的疾病。医骨疗法250万人统计的记录，我们发现呢，如果你是左脚长，你身体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还有什么女性生殖系统的问题？
有很多女孩子呢惊叹，那我那边我诊断了十个八九个都是你左脚偏瘫。如果呢有胃痛的人或消化不良的人或长期便秘的人，你如果检查你发现你是以左脚是偏瘫，而如果是右脚是偏瘫呢，它会产生什么呼吸系统跟什么循环系统问题。在我们中医讲，那就是上焦跟上焦下焦的关系啦。以西医来讲，它横膈膜以上呢是右脚管的，横膈膜以下是左脚。在我们的解剖学上面，你可以做很明确的诠释。所以说呢，当你脊椎转弯的时候，你产生了疾病，过去呢，你的很多的生活动作不好，或者你坏习惯了，就造成过去到现在的一个病。如果你现在没有好好做的话，尤其呢，我常常讲，如果你坐下来呢，老是喜欢翘二郎腿，翘起那只脚就是残障。那个会长好像你是翘左脚的，很不翘的啊。因为我的很多学生呢，上课都没有注意，但是呢，我跟他讲过之后呢，我从旁边走过，我就听到很多声音了，啪啦啪啦啪啦声音，为什么都在翘脚？赶快把脚放回来啊！所以不要有翘脚习惯。现在呢，我们万一是呢，他怎么讲？就是什么，我们固定起来。为什么？他是一个非常。麦医师啊，他香港的，大家认识嘛。他呢知道医古疗法的好处之后呢，他白天也要绑，坐下来就会绑，睡觉他会绑脚。你等等我讲，睡觉为什么需要绑脚？好，坐下一页。医古疗法它是一个徒手的医学，看到我讲，完全不靠器械，不需要一些的仪器啊检查。而是靠治疗师他的经验来帮你判断，而且是很明确的经验告诉你是哪只脚会长，哪只脚会短。所以说我们现在以阿显来作为说明哈，就是呢，以古疗法，我们既然知道你的身体脚长短，我现在介绍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做很详细，但是呢，大家也会拿到一张体验件。有没有拿到？没有，还没拿到啊、哦！等一等啊，留下来，等大会结束的时候就可以领到了。那可以来我们那边做一次的，我帮你检查你到底是哪只脚长，而让你体验一下你的髋关节要如何的调整。待会呢，那个天天在吗？我天天在啊。等等呢，我因为这个是麦医师跟我讲说，你应该做一个。怎么调整法给大家看一下，我虚心接受他的那个指示的，我当着请我的那个一个学生助手他来，我在台上我给大家做如何检查，如何来做矫正所以说呢，它是髋关节矫正，就是说当你的髋关节有转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髋关节矫正，就是呢外转的时候呢，你就把做内转进来了，外旋的时候呢，把做内转进来。那相反的，如果你的脚是什么内转，你就外向外开，就从外转开。另外，你让它从内旋变成外旋，这等等会给大家示范。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压膝的动作的就是当把你的两只脚呢髋关节矫正了之后呢，还做一个叫压膝的动作。当然了，压膝的时候，它作用是让你的脊椎呢，我们人类啊。所谓的三正，左右要怎么样正，前后要正，对不对？它属于的正，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压膝，就是让脊椎呢左右打正。之后呢，我会放好一个坐步团，带你向后躺下来。因为今天场地的关系呢，没办法做坐步团，也没办法做调整调整呢，就是让我们身体呢前后要打正。所以说，当我们身体呢左右正。前后正，还加上什么水平的正，坐骨要正，股骨要正的，骨盆上缘要正的，还有什么锁骨要正的，深邃的眉骨要正，是吧？有的很多人呢，眉骨呢那个不一样高的，我一个瑜伽的那个患者，瑜伽老师我常常讲瑜伽老师呢，不好意思啊，这边有瑜伽老师瑜伽老师很多呢，因为太忙了，
有一名律师啊，你做的人老师啊，他一个学生呢，那个三层去到那个教室的时候呢，学生呢做好什么软身动作，因为他老师嘛赶时间过来，没有做软身就开始讲课。要是今天教新课程，就老师要他的表演要他做了什么 pose 要漂亮一点，就有时候拉的过度，咔嚓听到一声呢，他就知道惨了，今天晚上又要去找老师。哦，那个老师呢，我刚才讲那个老师，他眉骨是有高低，因为他身体是歪的，结果他每一次画眉毛的时候呢，都拿一支尺来画，不然的话，直接在眉骨上的话，他每一次照镜子，眉毛是高低的。哦，所以说，尼古疗法它是做这个五个症，是做三个症，左右的症，前后的症，还正水平的正，水平做正的时候，成体真的是正。那尼古疗法呢，就多做一些什么动作呢？啊，尤其最后一个重要的伸展运动操，啊，今天跟我们主题有接近。说运，他当做屈伸之后，手不在墙壁上面，做一个45度的斜斜的这样子上下的运动。第一个是运动它的四肢肌，让第二让你全身的所有的骨骼正位、肌肉、复位、韧带跟着一起动，这你才能真正得到所谓的三正的身体，就是一个真正的结构性是健康的身体。请下一个。那我案例啊，就是一个以前的学校，我在52岁，啊，以前呢，我们是毛线出王国面，毛线医啊，他那时候就是这种输出而换出努力工作而让你身体出问题的一个很严重的案例。他呢52岁，但是每天打毛线，这样拉，让他屁股来找我说屁股这样走路过来。那个人在介绍，他说老师啊，这个我这样身体能不能治好？因为他有点自卑，52岁他不敢结婚了，他认为他自己身体是这样不好看，不敢结婚了。啊，他问我老师能不能医好？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医好。那需要多少时间？我跟他讲了两个小时，因为骨胶哎太厉害了。好，结果呢，屁股疗法有一个叫做刚才讲的屈伸运动啦，就是出墙壁运动那个。我们老院长这易公先生呢，如果车弯这里一天要做10000次，他呢，因为上班的关系，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才能来到工作室。然后每一次从新竹过来的时候，他不二话不讲，接着就倒，哦，扶在墙壁做4000，之后呢，等一下，老师我做了就8天，然后之后他又做4000，上午呢在做，下午他带便当，就在工作室里面吃，跟他妈妈一起吃便当，下午2点又上去，又4000，老师调好之后他又做4000，那一天下来他这样才能做多少？16000。回到家里有时间还要做了4000，结果呢很快1年呢就不是跟什么，而且常常讲只剩下1公分，你正面看了根本不知道他曾经屁股压一边，这是一股药虽然是比较慢，而且呢只要你肯努力一定会得到效果。那第二位就是这个刚才讲的陈小姐的妹妹的女儿，那侧弯15度，那个学生啊，他在读的临床大学4年级国贸系，他呢走路的时候呢脚是半开的，哦，尤其上下楼梯的时候屁股一弯一弯的，说那个侧弯叫鸭子，哦，他很困难，为什么？走路又不好看，又侧弯15度，就经过他的阿姨的介绍，他们那边治疗。哦，他还有严重的近视，他850的近视。哦，我们医股疗法有一个调整，就让他改善眼睛的东西了。如果你的体验，我是会让你试验的，试试看。结果呢，我给他2个半月，他眼睛近视从850度下降，因为他怎么知道呢？他去眼科医生跟他检查，哎，
你的眼睛明明700度，你怎么戴这个800多度眼镜呢？因为没有啊，我眼镜是在周配的啊。那那个医生啊，就医师就看看那个医生靠的，哎，是你这边配的，你怎么现在变700度？你是不是受手术了？他没有啊，那你怎么进步的？他说，一个阿姨介绍一个年轻的老师啊，他说有这个陶枕呢，让近视也会改善。我就拼命的补，两个半月了就变这样子。那个李医师就跟他讲，哎，陈同学啊，你下次来的时候帮我带一个你说的那个陶枕来就行，因为我儿子有近视，眼科医生的儿子也会近视，哦，所以说他那个就是有一段这种故事。那另外一个人什么林一修啊，这个他就是那个华硕的一个公司的那个会计，他结婚7年了，一直都没有怀孕。就我来那边检查，发现他单纯的喝酒，就左脚是什么内酒内水，哦，外酒外水，右脚是内酒内水，严重的喝酒近视。所以说，我帮他调整了差不多6个月之后，终于怀孕。那另外一个叫刘军，这个是一个学生啊，他测完呢，40.8度，腰呢39度，结果呢，那个医生呢就跟他父母讲，你超过39度呢要做手术，不然的话影响到你的生命力。那同时呢，他的叔叔的一个女儿，就是他的堂姐，一样脚型那个弯曲度差不多，结果呢，他的叔叔并不接受医疗。爸爸妈妈因为住很近，那时候我在关注的时候他住北方，因为比较近他接受，就每天的妈妈都带着女儿跟他走，然后他走再去上学。结果呢他们4个月之后呢，医生跟他叫他去照 X 光片，哦，没有什么改变。我妈妈说，是啊，我做了4个月都没有改变。我说恭喜你，这4个月了没有恶化，表示要往好的方向走。之后呢，在4个月之后呢，哦，他又照一次 X 光片，那个他在乳房照，那医生跟他讲说，哎，你女儿啊已经进入不用手术了，就是等于说他侧弯症呢已经改变到不止不没有超过39度，就不用开刀了。很可惜啊，他那刚才讲的那个堂姐，因为呢没有接受医疗，已经变成63度，结果去开刀了，肋骨拿了3根，胸椎3根钢钉，腰椎3根钢钉，哦，所以他妈妈就很感谢我，李老师那时候接受了医疗，所以让到孩子有救。好，哦，啊，这个就是一看法，医护疗法呢，大致来说只有2种人帮助你，那这种常常讲，一种人是什么？不相信。他根本进不来，哦，所以刚才我讲那个叔叔就不相信了，我进不了。另外一种是胆囊，因为呢，做医务疗法呢，你来做了之后呢，哦，有很多功课要做，而且呢，医务疗法呢是叫做什么？2种疗法，一个叫他力，就是由治疗师帮你处理；另外一种智力，要靠自己，一定要靠自己。所以说懒得呢，我是给你很多的功课啊，你都没办法做。哦，这边我看到赵大姐，赵大姐她是我的会计，她以前国内同仁兼职。那像你这样，现在好多了。哦，现在她本来是这样子的，她可是她的那个颈神经呢，只差一点点呢，就被那个椎间盘撞掉。哦。所以说呢，他已经要做得很好了。那今天跟陆阿姨也会赶快来捧场，谢谢你了。谢谢老师。谢谢。所以说呢，医务疗法，因为与患者要说，治疗师跟患者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医病的关系。所以说，老师教了很多功课，你一定要做。啊，如果你有机会来我那边做体验的时候呢，我会给你做功课的哈。所以一定要遵循指导的方法，按时勤做，哦，来做功课，我这很能克服你的肌肉的惯性，好不好？反正我今天讲到这里了，等等我请我的那个
找不到哦。外旋，
所以说，这次讲是什么？有那个各种二点，我调整的时候要做一个练做大一点。虽然右脚呢，因为它怪脚，但是呢，右脚它不做大习，不做练习，只做不做练脚，只做练习，这样子。还好，他的髋关节蛮松的，但有很多人的髋关节是很紧。好，现在要找到他的连位，找到了。你看，刚才这个滑动把它松掉，你看，不要滑动。但是我找到连位的时候呢，就不会滑动。你看，固定死，就是在连位，再把它拨出去一步，过来。做现在做内转的调整，在内转这里呢，在内转，这就做内转的调整。来过来，他的角色是什么？马上就是内转内旋转。他刚才是开的，怎么样？刚才开的是那个内旋转，明白？艺术疗法它有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特定的测试方法，然后最后做完了我们还有处方配方，到回家他自己再练，再去不消的。现在刚才那个左脚就内转内旋，但是呢，他的右脚只做旋位，不做转位的内转。我今天我们推荐好了。这个叫练旋进，他这脚就旋进来了，所以两只现在两只脚角度都一样。刚才是外八旋的，对，展开的，现在你看。我手上放电动都不过去。OK， 好了，再来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回到那个矫正方法的地方。做完之后呢？现在做压，这个现在要做叫压膝的动作。压膝就是，这是艺术疗法特有的三条带。对，我今天没有带三条。
也定时间到了，不然我这刚才做动了。来，好，一分钟，一分钟，啊，动的呢，左右各做两次，不动的左右各四次。这样下来，你的腰整个松了，你的腰整个松了。我前天一堆，你看前后在动。好，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就慢慢你的脊椎正了啊。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没关系，谢谢你。没关系，反正你们都可以拿到一张的，留下来的话都可以拿到一张的那个体验券，啊，很欢迎你们过来啊。但是呢，请你们要事先跟我预约，因为我也还有其他的患者，说一天我最多啊。还没有算出来，我一天能够接几个 case 啊？几组？我等等会跟大家分享计算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各位，谢谢。